竖笛嘛，竖笛对我来讲是很陌生的乐器，第一次接触到。对。可是，在同学的鼓励下，还有黄老师的细心教导下，渐渐上手的，也对他越来越有兴趣的。希望大家对音乐有兴趣的，可以来尝试这个，竖笛。吹奏乐器，它跟你之前所弹的键盘乐是完全不一样。对，那学长会不会有不一样、是不是相同的地方呢？乐谱器几乎都差不多啦，只是看那个它的位置，按键的位置不一样。对。指法不一样。嗯。所以就是你要熟了就 OK 的啦。老师教他怎么样呢？很好啊，教得很仔细。